我们现在来到整个米兰大教堂，你看一下，非常的漂亮，这正中心点对吧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正前方，就是整个米兰大教堂的广场，很多人在那边拍了 MV 哦。然后呢，可以看到米兰还有艾曼纽二世哦广场，像不像凯旋门？艾曼纽二世的回廊哦，里面也是非常金碧辉煌哦。那坐在这边其实是最安全的，这边是眼光四面，耳听八方。那现在是东阳，现在温度大概在9到10度，那可以看形形色色的人，越到下午人越多。我们是10:10抵达到这边，然后呢预计停留到2:30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到机场咯。好，拜拜。米兰大教堂，我来咯。Thank you.